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说。你是不是想找王婷？嗯，这，你是不是找王诗美啊？仓库。哪？你找哪里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我姓刘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早点嘛。您是说要结账是吧？结账的话还是得找财务上王婷才行。我现在在这录着像呢。等一会儿我喊个人让他给你发个短信过去吧。没事没事，就这样哈。发这个电话就行是吧？好嘞。怎么喊也没法喊。6668。我要大声说话，他能听见。早点要王婷的那个电话号码，你给他发了去。不用了。怎么老是不清晰啊？你把这个。主要是开这个什么，开那个什么。你把配件找一下。
是很模糊啊。然后给调一下。你看怎么那么模糊呢？那多截几。好吧。那多截几。那还是不行。你看这个。每次都得调，一动就得调是吧？你这拍个视频，然后交给他们自己安装是吧？Thank you.
施工，把这个施工给它快一点。你看清楚了。你拍这个什么？拍这个什么？这个，然后接这个进水，然后这个。水龙头前面，水龙头前面，前面那个门柱啊。
这里的吗？一次性调好了就不用再调了，我给你。过来得始终打到那一个眼上才行吗？哎，断电了，知道吧？你断电了。这个相机像素也不是很高，自己找时间找的时间就长了。你着重拍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让他看明白必须的一个点。继续打的时候让他看到这个意思，他不是在右边哈，对啊，所以说你让他挑挑看这个。这个相机你要一抖动就拍不清楚了。
这个庙呢，因为有捐款，然后开始，然后现在安排这样。Thank you.